我生了无够缘投，脾气哦，佫无好，我佫无钱哦，唔知叫你嫌我倒去啊？对，我就是为着你的钱才嫁予你的，到今摆是同款。真实的？你敢有相信？我相信啊。啊，你敢会相信？我嘛是因为当时哦，你生了水，才会娶你的。安尼上好啦，即马你破产啦，我嘛老啊，咱想都免嫌想。很拄好啊，王哥配合花啊，一世人都安尼陪啊。好，你稍等下，杨姐。是爸妈安怎？爸爸回来了，公司的代志。这种报名的电话哦，上恐怖啊。好啦，你先莫紧张。就算甘小姐生出来是安尼哦，代志不一定是安尼。你家己先稳下来。好啊，你把报表传真过来，我好好看。无啊。我无打算再紧转去台湾啦，代志伫遮，我感觉会当解决啦。你莫紧张，你若要紧张，你就莫管，你还几点啊？我看你伤忝啊啦，较早转去休困嘞，好好照顾阿爸母。这内面哦，一定有啥物问题，你才会遮尔啊紧张啦。啊，安怎？公司目前哦，负债三亿。什么？拜托好无，莫像平时安尼共款啦。看报表哦，免干呐看数字啊，迄资金是流动的啊。啊，这是经过最后一届结销啦，啊，佫真侪数还袂收入来，无结的款哦，无算入去啊。所以讲。无啦，无你想的遮严重啦。我嘛赚袂少啊！我是用公司贷款来的钱去买股票啦，啊无咧，只囥伊啊用用嘛拍算啊。只要股票若起吼，吼我来赚几啊倍呢？我替公司赚遮济，对大家拢嘛好处。啊，不过吼，即马股票是会套牢啦。一定会起的啦。我嘛是感觉无啥对当啊，嘿，出是偌济钱我嘛唔知影。不过其他的股东也拢无同情啊，尤其是恁兄弟啊，恁是上大的股东啊，啊信用阁遐尼好，当初就是因为恁入股，我才敢提啊。睡不着，这样很吓人啊。我吓不吓人不是我自己可以控制的，好不好？是证券公司的事吗？你不要提了，好不好 ？Hello， 啊，三嫂，我是阿咪。阿咪啊，啊，恁遐今麦就晚嘛呢？你遐来袂困？三哥在吗？喂。哦，三兄，歹势，打电话来甲你查。阿咪，你讲什么代志？我是想要问讲。证券公司那边敢真正无代志？我毋是已经讲过啊，叫你莫烦恼啊。啊，不过即阵啊，明姐心情足无稳定的呢。饭嘛吃袂落，嘛困袂去，油头夹面的，看起来代志敢若足严重的。我体重一直在减轻呢，啊，我晚上睡不着，然后特别容易觉得累。最近我经常的头昏、胸闷，好像那个老天爷拿了一个石头压在我胸口，压得我不能呼吸，压得冒一身冷汗。我建议你去看精神科。
要处理吗？比我更重要吗？一定要张开翅膀，高高的飞在天空上。你不让它飞，它就变成一只企鹅了。你喜欢爸爸变成企鹅吗？要以爸爸为荣，知道吗？好 ，proud。I love you, my spelling bee。做生意哦，拢冇风险的，是讲咱风险哦，无你讲遐尼大啦。老方即届哦是真大胆啦，照你讲是无应该呢。啊，不过咱甲伊交情这么啊，伊关系阁这么好，伊看出即届股市哦，伊阁起来啦。咱来等伊，到时阵哦，伊连本带利哦，还有咱，知无？所以啊。你敢会想相信别人？你什么时阵变到这么不相信我？放心啦，天崩落来哦，我来担。你帮我来啊！爸妈，行几个步的路啊，咱来困倒啦。他拄仔明志伊是讲天啦。阿母，明志讲吼，变天啊，就要落雨啦，啊。哎呀，啊你是安怎啦？安尼个时代，迄间着你知影无？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